可乐，你补好了没？快刷刷呀！你修好了没有？我还没修好。你在修什么呀？我修拖延症。修什么？爬不动了。跑不动了。是修好了就爬得动。修好了就爬得动了。修好了就爬，这也就爬到了也说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修园子啊！我说彩虹。你修彩虹啊？彩虹的啊，它人家是它走不动了。它走不动了。